最近有网友称在吃饭的时候偶遇到了陈志鹏，据了解当天他带着自己的工作人员一起吃路边摊，还有滋有味。从网友拍摄的照片中能够看到陈志鹏的头发比较长，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，所以还扎了几个脏辫。他穿着黑色的 T 恤搭配红色的紧身短裤，但引人注目的是就是他红色的口罩，就算吃饭的时候也没有摘下来，不知道是何原因。他和工作人员一边吃饭一边聊天，有时还会玩玩手机，看起来心情很是不错。在陈志鹏吃完饭之后，网友也和他拍了合影，并晒在了网络平台上。看到照片，有网友留言称，原来帅虎也是食人间烟火的，那是 V 脸面膜吧，不是口罩吧。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匠心影视哦。